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被虚空幻影拆散的情侣你知道吗？其实璎珞和雷光就是被虚空幻影兽所拆散的情侣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，我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璎珞的简介。璎珞有说过，燕子声声里，相思又一年，并且我们都知道璎珞属于人王星，而且每当花期退散之时，他总会摸着一个闪电的植物，喃喃自语道：如果有你在，那就好了。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其实他与雷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了，并且从雷光的简介中我们也可以证实这一点。风雨雷电丝如雪，并且他会想到在人王星偶遇的那个女孩。人王星偶遇，这就证明其实他们已经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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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见过面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他们为何不能见面吗？今天经过我和雪姨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那是因为雷光和林东他们两个要对战虚空幻影。我们可以从主页图上看到他们两个战斗时的合照，并且从林东的简介中我们可以发现，他为了守护家园身中虚空兽的诅咒，所以说他和雷光一起对战虚空兽，根本不能回到人王星和自己喜欢的璎珞团聚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